大家好，我是大林子。那么这一星期呢，我有延续上一个视频的继续《哈利波特》系列。其实这一星期已经完成了一幅半，一张是 Professor Dumbledore， 然后另一张是 Luna 的一个草稿。因为我有点懒嘛，所以这一星期就没有再对它进行上色。但是因为过两天是 International Children's Day， 所以我就想制作一个特别的礼物，就是给 Walter 还有 Renee。 那么这个草图呢，其实我是从昨天晚上开始想这个构思是怎么样，但是都没有很多的头绪嘛，然后今天早上有完成这样子一个草图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今天就是把哈利波特那个系列给停，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还主要来分享这幅画的一个上色过程。因为最终我要把这个作品打印出来，然后在6月1号的时候希望可以给我的 Walter。 当然妹妹现在看不懂，我觉得等她再大一点的时候应该还蛮喜欢这个礼物的。那么就开始进行上色吧。
最后没有电了嘛，所以最后的这个分享呢就打印出来，然后和大家再稍微的讲一下。其实最后呢我又稍微做了一个调整，就是 Walter 头部，因为之前在 Pad 上面不会很觉得，但是拿到电脑上我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， size 比例有一点不太舒服，所以说我会把他脑袋的比例给变小了。那么最后没有录上的这一段呢，就是这些小小的点缀，因为是为了迎合小孩子的喜欢那个感觉嘛，所以把他们画得更加卡通了一些。对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当然很希望 Walter 和 Rene 可以很喜欢依依画的这一幅作品，然后依依爱你哦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我的频道啊，可以订阅、转发、评论。当然，我是真的很希望你们可以，当然也很希望我的作品呢，也可以给一些人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灵感嘛。然后，那就下星期再见喽，拜拜。如果是有喜欢的话，可以直接欢迎随时 check 我的